杭州亚运会中国代表团运动员全名单出炉。中国女排方面是一套人马打两项赛事。这份名单没有已经宣布本赛季不会回归的朱婷，但包括了已经重新归队的老将丁霞，主教练依然是蔡斌。比起奥运赛的14人大名单，中国女排亚运会12人名单少了杨涵玉与倪非凡。具体12人名单如下：主攻李盈莹、王云露、吴梦洁、仲慧；副攻袁心玥、王苑苑、高毅；接应龚翔宇、郑艺昕；二传刁琳宇、丁霞；自由人王梦洁。中国女排将连战奥运赛与亚运会，力争进入奥运会，并且在本土亚运会获得冠军。